蛮痛的。真的哦，真的发下去有点痛。这个，哎呦！这暴龙科技有啊，感谢，有吓到了，好了啦，吓到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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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走三十特有，等一下哦。所以怕怕怕怕啊，真是这样有累积吗？跳跳看，选选看，也没有哎。这个弓比较贵，送一个伤害，好难挑哦。对啊，不好挑哦。这里。脉冲合金那个有用吗？将采掘的 物品直接放到你物品栏。如果做裤子的话，我还没用，云月有做了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将你采集的东西直接放到你物品栏。收入。存入啦，存入存入。环球旅行者会优先。哦。他会先被环球旅行者送回去。那如果我用其他工具，哇，因为我知道我这是要做裤子。嗯，那这样子有没有用啊？我没试过，不知道。应该说我做了，但是环球旅行者还是优先启动了。嘿，就那如果用手打掉一般的泥土嘞，会直接飞到你身上吗？我后来就没有穿那套装备了，因为我换血魔法了。你可以试看看。可是你血魔法不是不能升级吗？可以啦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升级了。我到墙壁没有、欸。它只是一开始升级的时候看不出来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就显示了。哦。哎。说只是它先跳了那个已经升级了，但还没。有啊，有坚持好去拿，我去拿。升级了，隔天才要帮你加上去哦。其实它有加上去了，只是它字没有显示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尖刺伤害，如果是一样的话，泡岩浆真的比较好啊。某人的头颅，对啊，那天已经砍他一刀，喷两颗，我就拿了一颗起来。尖刺在这里。好难挑哦。什么蜜蜂放进去？这个已经标题要不要改？现在也不要改吧，弄到也不要改吧。拜拜，可以啊，直接手机改、啊。这已经有了，它会立刻改了。你只要重整，它就跳出来了。用手机改的话，不会杀死，只会剩半颗心。小，有了。一样啊，所以不用扫码就好了。不用，不用扫，直接改就好了。好，奥迪特，好犹豫哦，到底要用什么？逐次，你是说看是不是伤害一次大量这样子啊？我这个、哦，这样，这个第二，阿迪特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好像比较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个头啊！有个头啊！加一而已。在这边间内。不用蚯蚓了吗？不需要，我现在不需要蚯蚓啊，我中间有洒水器啊。哦，拜托，我们找到一个多恐怖的东西啊！对啊，我中间有个洒水器，这周围都会滋润啊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蚯蚓啊。加班。那是一滴一滴而已。现在厂家坚持加岩浆三合一，他只会算一个啦哦，气死！三三好了，这个好像可以啦。其实我蛮喜欢这种东西，神怪塔好好用，就尖刺啊，底下有尖刺的东西。哦，我去你家神怪塔打过，还不错。哦，那个是最终材料，有够恐怖。我没有在自虐啊。哦，你那时候看的是钻石的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他就是三个合上去，三个合上去啊，就一星堆到二星要三个啊，然后二星堆到三星也要三个啊，这样一直堆，一直堆，一直堆都需要三个。对，
可是对到最后钻石有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换成就是尖刺，又或者换成那种红石触发的。哦，它可以伸缩就对了。对，地板摆尖刺泡岩浆，活塞压自己的头。我刚刚是中了大理石菇跟阿底特，好，我要加三个箱子，加三个箱子。哦，白痴哦，炮坏了，快坏了，来修一下装备。加三个箱子，嗯，那就是22222的回，念是111的加。这边，捐血不会扣装备啊，想骗我？捐血扣装备，捐血会扣装备，对啊，捐血跟中毒一样啊。捐血它扣的是直接扣你血量，它不会动到你的伤害值，那个装备的数值。去打地狱猪人，他们会被我打死哦，会被我烦死哦。哎，我现在自己跳会自己摔伤啦。为什么？因为。我这个装备，我只要一直做同样的动作的话，它那个能力会越来越强。例如我一直跳，就越跳越高；我一直跑的话，就越跑越快。好好哦，酷哦。可是我现在去跳到我跳起来自己会摔伤啊！再跳啊！跳太高，脚撑不住啊！换成一般的大理石，好，一般的毛，一般的色，好。因为看了那个什么《为这个世界献上美好的祝福》啊，嗯，哦，然后才会仔细想，难道坦克真的都是 M 吗？坦克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对啊，快打我，快打我！是吗？然后我突然想想，我是不是也开始变这样的倾向？打我，打我，知道吗？打我！对啊，我就是颗会动的仙人掌。还要补多少？我们目前开台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。四分之一？对啊，装备从史诗升上去要12800。哦，所以我要挨12800下。哇，神坦哎，挨12800下还不会有事。哇！哦，因为我用龙岩史莱姆啊的那个装备，它在基底的话是泡岩浆会回耐力。嗯哼，对，就利用回耐力这个方法挂在这边，就可以不用修装备了。嗯哼，好了，然后管子要接上去，管子，哎，对耶，我试试看。欸，不要这样感觉自己好 M 哦。看一下哦。你要做什么？他们说我站在骷髅的雕像上面按。这样我要把自己埋起来。他射出去的时候会有伤害哦，不是掉下来才有伤害。射出来就有啦。是哦。我要射得准。要请别人帮我在旁边。哎，欸。看一下哦。音乐。嗨。就是压印机啊，你说上它不是上中下格啊，然后如果要下面那一格的话怎么放啊？是放在没有比较快下面那一面啊，下面那一面啊，下面那一面在笑这个吗？有人说你那会越跳会越高，那你一直蹲会不会等下塞在土里？你蹲蹲看啊，啊，越蹲走越慢，不会啦，塞在土里面。现在我的强化点数也已经满了，现在不能强化了啦，等之后啦，之后我拍片的时候会讲说怎么扩充强化点数，那个时候再说。上面放，可是也它会烧，被烧掉，雕像会被烧掉吧？这是合几个啦？2000多个。就它游戏里面短时间伤害只会算一下，欸。还是我要请人在外面打我啊？不要，他们会死。这个滤网就用不到了，这样他才会送进去。
反正我都已经好难选择，我还是选择障碍啦，救命！你在选择障碍，挑多久？多久？多久？你要挑多久？埋在沙子里一样啊，他这啪啪啪的伤害就跟埋在沙子里一样啊。对，我蜜蜂还没养完啊，再用再用新的作物，蜜蜂还没开始养，等一下啦。我还没挑懂我用什么材料做，做一套一模一样的人，两个一起舞哦。哎，那欧的人一定会死哦。没电了，哪电？原本是什么材料啊？这个是充能合金，还要烧几次哦？充能合金，可是它是艾死，艾死好像没屁用。装备用艾石没用吧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个装备需要掷石头啊！U two 的不坏刀子放进自己打自己。哦，你是说像云月那个自动右键的东西吗？哦，也是可以啊。你可以做啊，那个我记得还好，放个不太难做的刀子。哦，就耐久加到满刀子。哎、欸，不坏的刀子我这边有、哦，真假的？真的有一把，但是它的伤害是十颗星。不要，我怕怕。你怕把自己砍死吗？这个就可能会死哦。怕砍几下就啊死了。守岁是什么？就是台湾这边过年的时候，晚上可以不用睡觉，我们要守护这个夜晚，让年兽不要来干扰我们。对，对，守过就长了一岁。嗯，不算习俗。对啊，老习俗。我们台湾这边中秋也会烤肉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要烤起来了。中秋烤肉一定是那个厂商的阴谋，是看月亮，耳朵会不见。像情人节送玫瑰花也是阴谋，也是真的厂商的啊。巧克力啊，玫瑰啊，都是厂商的阴谋、嗯，真的。嗯，可是大家还是很开心啊。对啊。弟弟到底要选什么啊？选择障碍了啦！是选择障碍啊！哎、欸，阿纪啊，你去拿一颗骰子，然后你把那个六个想要选的把它写上去，直接用骰的。挺要挑到六个你想要的。脉冲合金，可是它耐久低，这耐久高可是防御低。去拿骰子了啦，过年一定有的吧。去拿去拿去拿。玄钢这个好像也不知道会不会弄到了。挖矿等级比目标方块大，挖矿速度越快。可是这是裤子会不会有用啊？没有。没有，挖掘的基本上你装备都没有效果。对。好、啊、那这能挑的也只是几件了吧。嗯。放心能长啊，荆棘啊，可是防御只有十哎、欸，你又不是上基底，哦，因为我现在只剩基底在挑了，哦，基底哦，嗯，就那个啊，精炼啊，那个太低哦，终于有了，就可以做风箱了，风箱的话。这样子，如果你只是要存防御的话，就赛特斯那个啊，死因。赛特斯比较简单。赛特斯死因。对啊，你不用理本源啊，本源是也是挖矿用的，挖沙子用的。挖掘其上方与下方同类方块时，同时攻击成功时有啊。比如说你有一个沙子的那个通天柱。你挖第一个上面的沙子球就变成那个、哦、可以回收。那、啊、有用吗？没有。
啊，我说你无视掉这个啊，它、啊、防御很高哎、欸，25哎、欸，我是至少要30以上啊，30哦，因为充的合金就30以上啊，反正它爱死也无所谓啊，可是我想要有效果，30的话，那个啊，青金石水晶啊，看一下那它有黑桃效果。好像是生命越低造成伤害越高、哎、这有用吗？有啊，这有用，不知道啊，对不起、嗯、这我不知道， 我只看防御力啊，能力我就还好了，七次真是七次了。阿基，你有玩 Ender.io 吗？目前还没有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嘛？我想要做充电站。充电站这边有啊，好爆，台湾是不是一样？对啊，我们这是过年是充电池的呢。过年前就是把身体洗干净 啊。是充 AA 的电池呢？我不确定那可不可以，你可以来放看看吗？自残不会回血，我的自残是可以回耐久。我加了，我装备加了史莱姆熔岩史莱姆的方块，所以我是泡岩浆可以回耐久，再加上我这个肉会回饱食度。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挂很久，很久。需要刷新率多采集一点花朵。好了，绿宝石了，绿宝石基底了。哦，绿宝石也不错啊。基础，就是如果中盔甲磨损时，你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合。哦，好了，确定了。还是绿宝石差一个。我加油啊！没关系，我要去绑架村民回来，我要绑一只常用的，把它交易的带回来。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带一些村民回来用绿宝石啊。就是需要。底下充电站吗？对，火力发电机。火力发电机旁边有一个那个充电箱啊，里面有一格，那一格是可以放充电东西的，你看可不可以放进去？机器停摆了，点不进去。储电箱吗？对啊。不行，丢那啊，好吧，那就不行。没有围炉，有啊，我们吃过年饭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这台电力不足啊，他现在电都跑到上面去了，都在这一台在用。等这台用完之后，他才会给这一台。我现在电不够。他没有在想干嘛，他只是觊觎这块肉好吗？他只想吃那一块肉，他只想吃这块肉，他并不是在思考主人在干嘛，他眼中只有肉。那一块，他手上那块肉什么时候要给我？对啊，主人，你的肉好好吃哦，蓝蓝的，看起来好冰凉。他在等你手上那一块肉。来了，欢迎回来。都，之前的探索的地图的那个记录在工作室。对，哇，重新找村庄。家附近村庄，我记得有一个村庄。我已经回收了三个村庄哦。啊，回收三个村庄，你是村民吗？对啊。希望这个没有，看一下。我居然拿到莫以人头颅。有啊。有啊，你要吗？我还有很多头、哦。有了，这里有村庄了，这里没有被那个的。我来了。没有了。线煤炭，然后这个渔夫带跟我走。线煤炭哦，你家楼下打打就有了。对啊。哎，你是什么？你是自建师。我直接去倒是不用搜刮了，搜刮了我已经搜完了啦。不是你去反正家借一只村民不就好了吗？对，来我家交易就好啦。我要自己家也要放一只嘛。那么吵。那么吵。没关系，可以。换个静音箱子在附近。静音箱。对哦，可以放静音的那个哦。对啊。没关系。我的村民已经都变哑巴了。叫不出来。你叫啊！你现在叫啊！另外，希望加模拟器可以自动攻击一次，加二手链放武器可以更多，但耐久也是。这是刚看过了。啊，这里好跳，选择好少。转换率超低，没关系啦，我又不缺。攻击加二对啊，现在练经验。
攻击加二熟练比较好啊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这里有没有人啊？没有。嗨，你应该是刚看过的这件事。天哪！还有其他人啊？你们这个村庄好穷哦，什么？哇，去搜刮了还是谁能穷？哇，嫌人家穷。我想要找人，找不到人，这没什么人。嗯，还嫌人穷？在哪里、啊？哦，他岩浆烧起来效果有感觉。哦，对，那表示这里，我记得这里还有一个村庄，去另一个村庄，超近的。喂，杰克，你往地图的右边走，走一下下。半张地图就到了。哦、我已经回来了。啊，你又去了。我还 A 了一个板条箱回来。板条箱好吃吗？我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但是它蛮大的。哦，很大，那个可以吃很饱哦。嗯。状态吗？快了，快了，五千了，快一半了。快一半了，快五千了。各位加油，各位加油！指甲师煤炭换，煤炭换的宝石有点亏耶。来了，不会亏啊！你去地狱挖那个沙子，有一个黑色的沙子，对的，一个黑色的沙子，你挖掉可以合成煤炭。嗯、哦，是啊、哦，对，好，那你回家。那你回家。哎、欸，村民你要感谢我，我让哈基看上你哦。嗯，那我挖一个村民房之类的。盾牌全部仙人掌吗？对啊，两个都是仙人掌。两个，哎呦，终于开始可以村民蜂窝了。蜂窝，蜂窝。来找一个地方良辰吉地，水饺。风水宝地吧，风水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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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就是在讲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啊好，对对对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哎，我刚讲的就是那个，没错啊，嗯，哎对对对对对对，风水宝地嘛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风水宝地，那是这个吧，这个才有风箱。哦，风箱，风。木影人的头会看着你耶，耶、yeah. ，看着，看到你心里发寒。而且你假如眼睛跟他对到的话，他会一直晃哎，耶、yeah. ，都那么无聊在看他，因为平常不能看，他现在可以想看一下哦。啊，我的风箱在这里。风箱需要一些的半砖跟哦木材，半砖跟木材。那、看来手碎无望了，无望，已经开始打哈欠了。良辰吉地，就是什么时候做新工具？万恶的马哥在等。Demo 吗 ？Demo 音构是什么 ？Gold。哇塞！赛赛！哦，再用好几天 哦，天啊！算限时时间哦，是吗？不是那个高纯度的赛特斯石英水晶。哎，怎样？好难。它的趴数是不是慢慢加上去？你有没有加？你有没有做催化的啊？我是做有机灌注器。啊？可是做另一台机器也可以灌入、啊、凋零吗？不是啊，你要做催生器啊，要催生，你要做催生啊，催生器，它生太慢，你要把它拔出来啊。好，跟你讲、哦、有一个就会差很多、哦，你会，它叫什么催生？对啊，晶体催生器，你要做那个啊，那个一定要做啊。好，啊靠，耐久无一。来，我们去打凋零石。我不做怎么行？不做，你要养到什么时候啊？养老。弄香老，做天老。好，我闭嘴。
带盾牌还有用吗？嗯，哦，盾牌没有，我觉得盾牌就没有用它嘞。这个，哦，把它。好，刚那五一五嘛，报一下伤害看看。有哎、欸，啊什么？那我给凋零报一下。啊，报一下，有冒出来星是不是？没有伤害，伤害那个熟练度加蛮多的，不过。凋零就没用啊，要受到伤害。来，哈，好自虐啊！打我，打我，快点，快点！仓库，因为仓库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打凋零，我是被凋零打。然后凋零就被自己打死了吗？我觉得他是快自己被闷死了吧。那帝王风啊，帝王风都是古典风，古典风需要罗马风或是跟希腊风，罗马高跟大理石。DJ 公司他会。大理石风有这种东西？欸，他不打了，哦，那个吗？那个那个，对那个好，那我走远一点。Waiting for server， 好，回来了。原野加寻常，平常需要丛林加草原。好，我现在先养丛林跟草原。草原的我有，草原的我好像也有，有没有丛林的？我缺丛林的。你家附近有丛林？草原风主风，你家附近有邪恶地方吗？我等个家，家，没事。哎、欸，那个、那个、那个，不要，我在玩凋零啊，不要啊。加速轻而易举，晶体催生器。从那个玩杰克会跳出成就，杰克你干了什么坏坏的事情？哦，哎呀，苦的东西。啊，他死掉了啦！现在需要吃。来，我们一趟下来加了，啊，嗯，八十六。石峰很麻烦。八十六，这还好哎、欸。我们因为它怎么使用啊？什么那种使用？晶体催生器。嗯。怎么你就你就放在你放在旁边，放在你要丢晶体的旁边就好啦。没经验回家，先去团团家。就是丢在水的旁边。对啊，放在水旁边啊。对啊，是不是有点卡、啊？嗯，我的蜜蜂拿不出来啊。卡卡的，懂之懂之。嗯。教教云月学长。杰克催生什么？好好说话。好好说话。好好学说话。那、啊、这个嘞？我的蜜蜂，等一下，我的蜜蜂从那个仪器里面拿出来，然后我开箱子要把它放进去的时候，它又回到仪器里面了啦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出去，出来啦，不要。感觉是不是要做个西洋剑打实体伤害？要给谁打实伤害啊？我也知道西洋剑可以很快啊，只是。谁想被我打？玩家模拟器吗？孤对孤是轻便，轻便好像不对，装甲装甲都负轻便没用哦。对耶，没经验打指令，不用打指令啊。团团是中继站诶、欸。哎、欸，移动速度哦，可以哦哦。对吧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小光安安，安安，安安，谁是小光？哦，小光好。好、哦，谁是小光？好。哦你可以进来看、啊，你可以进来呛音乐哦。
对不起，知道自己太慢，不然要怎么办嘛、啊？不会慢啊，你看刚刚打凋零晃来晃去也八十几、九十几啊，这样更快啊。推荐的是十足的，刚打凋零，感觉累格了，很恐怖，就不敢按了、啊。好了，做玩家模拟器啊。环节，等一下啦，拿不出蜜蜂，拿不出来，我要重开。嗯，我重登进来。哦，小光哭了，哭哭。玩家模拟器，玩家接口，还有三个。这个，可是他写 offline 哎、欸。钥匙，发射器，音乐加我。发射器，欸、感觉蛮好做的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你有没有给他充电啊？哦，他要电哦。哦，他要电哦。好、哦，他要电了。登录失败，无效对话，你请尝试重新启动游戏。开喽！哇，蜜蜂你壞壞，你坏坏，你坏坏，你坏坏。可是我放了一个电池，怎么它也没？你要用它专属的电。啊！你还要先做一个电力转换的装置，然后再把电线接过去。卖香卖香就爱香就卖走。他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你在线就不要做。我说是什么电源？你说什么转换器？太好笑了。物态魔力。Dust increase move speed。啥要的转换器？要做。能量转换器，完了要等了，对，大家要等了，你们可以先去其他人台逛逛，你们会看到这画面大概十分钟。什么转换器啊，云月？我的台也是逛了十分钟。岩浆，就电能量转换的东西啊，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。所以是同一个模组的。对，去看杰克台吧，就要开台。不要，燃烧。没开台啊？尬子窝。先开啊。哦，好。能量元件吗？好像是吧。它就中间一个点，然后对，它就是一个中间一个点，然后一个方块。中间一个点，对啊，可是它很像，它很像一个礼物。对啊，用这个要电，对不对？嗯，加一点红色更棒棒。你知道你想讲什么？绿配红嘛。哎、啊，打我吧。我记住。记住你。很像阿罗哈的那种海滩裙哦，我的妈！我说你个阿罗哈的海滩裙啊，所以你想穿裙子咯？好，没问题，你自己有啊？像哦，我知道哈记，你自己不是有吗？什么？好像哦，跟你之前穿的很像吗？真的很像海滩裙哦，那个蛮智障的。好丑、哦，这衣服好丑哦，丑爆了，爆丑。开始，都是绿色的啦，恶心死了。哎、欸，因为 EU Two 是不是就是很 OP 的东西啊 ？EU Two， 对啊。EU Two H One Unity 吗？还好啊。还好吗？那、啊、他们讲的是什么？要说这个，要说那个。一一吧，一一是，一一才是很 OP 的东西啊。哦、欸、，Project 一、欸，那才是很 OP 的东西。而且一一 Two 是以前的叫法，现在它模组已经改名了。加五趴速度，好的，加个看看好了。反正红石这么多。红石这么多，等一下红石缺的时候就说红石没了、欸。不会，我在下面红石最不缺就是红石。对，当你以为不缺的时候，你就会大量用它。等到你发现的时候，它就变更多了。会去刷怪场那边自虐啊？他们就打一下而已哈，而且我要修耐久哎、欸。你用烧的不是比较好吗？还是你们叫我在旁边放那个啊？但好累哦。
有比较快吗？那个东西哦，还没传上去。欸、有哎、欸，有变快哎、欸。刚说的那个什么什么？到，就是看不懂。哪一个啊？我搜寻 YouTube 都是这种燃料。有好丑、哦，丑爆了，真是爆丑！什么东西这么丑？我要去看一下。你是有玩才叫我去生怪专制，还是没玩叫我去生怪专制？他只是想看你自虐。那边很慢，还要等怪生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等怪生出来，他才会打我。哎，这样反而更慢，懂吗？丑爆！我看到了，丑爆了！而且阿纪，你的人的脸不是比较下面吗？对呀、啊，看起来好像韩国的那个裙子，爆丑！哦，才一天没上线，下面怎么一堆那个纠葛式软泥啦？你那个是会生那个很奇怪的那一种怪物，它才会产修格斯软泥吧？对啊，我生你的气，我当然生你的气啊！都不在看台啊，我当然生气啊！再不看台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会生气表示还在意你啊！当不生气的时候，表示你就真的完蛋了，也变了，直接跟你说拜拜。对啊。哎呦，不要再中毒了啊！会生那个修格式暖泥的怪物，是不是要特定的区域才会生啊？可是好像是特定区域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下面没有那个地方也会生。你看我家小老鼠没有啊 ，U2 看它沿路上去嘞。它的垂直，我家上面不会有这东西啊，我家附近没有，只有一个很远的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它？垂直上面是海耶、欸，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上面是海底耶、欸，家的极地就不好啊。我觉得就是因为海的关系，我这边也会生。我就在海边啊。所以在海底也有会生那个东西咯。嗯。嗯。难过。因为，好嘞，在那边要定期打扫哎、欸，这里大扫除，你需要请人来打扫、哦。那请人打扫需要画水片，红色不对吗？我可能会越扫越多软泥哦。哎，燃烧成红。啊！怎么听不到苦力怕的声音？有点可怕。啊！感觉过阵子在那边扫地，受伤瞬间的吧。等一下谁？